大家好，多謝你收看西差的一分鐘性愛小教室，我是 Farah。 女性全身最敏感的地方就並不是我們的乳頭，也不是我們的陰道，其實就是我們外陰部位一個叫做陰蒂的地方。那個陰蒂就是位於在兩個陰唇以上，你會見到連接了一點，上面有個三角形的帽子，那裡就是陰蒂了。掀開那頂帽入面你就會見到一粒大概好像紅豆至黃豆尺寸的，那裡就是你全身最敏感的地方，因為它上面有6000至8000個神經末端，它比起男性的龜頭是更加敏感的，而那個三角形就好像男性的包皮一樣，就是平日可以保護住那個位置。那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或者你的伴侶在性愛過程之中更加容易達至高潮的話，那你就可以用手指又或者是用震動器刺激陰蒂這個位置。如果你想看到更多一分鐘性愛小教室的話，那就記得給一個 like 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Bye。